样就好了，我签个名就可以了哈。拿起画笔，本土漫画大师刘星清信手拈来。没多久，熟悉的传统漫画人物大婶婆现身眼前。卖出去60万，要有人买了，没人买就是废纸一张。其实学生课本里放牛的发明家说的就是刘星清。从橡皮擦、铅笔到现在美国发展好几代的机器人助学机等138项的发明，都是出自于他。从小就爱动动脑，刘星清说是深受父亲的影响。你的力气要是比牛大，你来拉犁就好了。我们何必养牛？他讲我们是人。大婶婆无敌弹簧手，啊！4年前，传统的大婶婆系列漫画跃上大荧幕，以动画呈现。即使76岁高龄，他还是不停笔。身为客家人，对保存文化，他有使命感。发明还有年轻人会继续干。要是民俗化，以前我们台湾人过去的生活要是没有记录啊，我万一上了天堂，哎呀，没人记录。像这幅描绘早期客家人搬家的图卷，处处显现客家人团结的精神，就是他珍藏的民俗画之一。你只要听说说哪一个人搬家，全村的人出动哦，女生先到那个新家去住，男生就到那个旧家去，一个人哪一样，不管大小，通通去，全部搬。现在草莓我种个点米豆浆，地瓜叶。不只要以画作保存文化，刘星清还成立大婶婆良心刊，他要重建社会诚信的观念。哈，啊，你那位自己睇哈，啊，有落纸咯，有落纸拢无要紧。主要是那种活动有意义，因为人主动的自己投钱自己拿菜，不贪心，人有荣誉感，说我虽然没有人看见，我也不能做坏事。大婶婆良心摊全台已经有40处响应，刘星清秉持着客家人不浪费的精神，在空地种菜，也要让大家都能感受客家最美的精华。刘星清的画笔下有大婶婆的亲切，有客家情的温暖，76岁的智慧和热忱撼动了我的感动时刻。